Lisa 身穿白色性感洋装，火辣西。季搭配快歌旋律，让人看了起鸡皮疙瘩。身段优美又爆发力十足，韩团 BLACKPINK 太极成员 Lisa 回归《青春有你三》。李荣浩也大秀歌艺。文却是大赞 Lisa 跳开场舞时不断尖叫，反复看了十遍，而且节目宣布导师阵容之前，央视我先公布出去了，你和杨丞琳小姐。对，我们就是为了让某一位导师的出场完全没有神秘感。节目中两人互亏，李荣浩则把录制现场变成演唱会。柯林太过兴奋，提前在微博标签李荣浩和潘玮柏，要他们带他认识 Lisa。你这个节目的官宣的时候，怎么会发生个？